做出来。对啊，没有做出来。我觉得他做出来，然后这里面就是有一堆那种穿着格子衬衫啊，然后牛仔裤的那种宅啊，在那晃啊。不然就各种 cos。对啊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开车黏宅啊，什么之类的啊。你不觉得这样更有感觉吗？黏你自己？什么黏我自己？黏你吧。那你应该要绑到车头啊。这个太恐怖了。裸体。有吗？小强到了吗？还没，正在赶路中。其实我们已经离开机场了。哇！我们现在要前往到一岁的宅场。宅。可是一岁有很多 cosplay， 你知道他们的 cosplay 是真的是，像台湾 cosplay 了不起，大概十万就觉得很屌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他们是 cosplay 那种300万、400万，比如说钢铁人全身套装，不是那种一般的那种东西，是真的就是用金属打造的，然后还会有那个声光效果这样。那么高刚？对啊，很屌啊！然后还有什么战锤那种装甲、动力装甲啊，什么的。星海争霸。因为我之前还看一个，好像是他在 cosplay 凯利根嘛。嗯，他真的就是去找那种细胶模型，把自己的头发弄成就是那个一模一样，超酷的。除了身材不太一样就是了。身材没那么好的意思。对，身材没有那么凯利根。Where are you？ 我们在里面。你要来吗？你的 doing。这上面不知道怎么上去、欸。完了，我进不去你的档了，GG。为什么？人满。对啊，半天。30人啊，这边30人啊。哇！哎、欸，可是我怎么上去顶楼啊？用直升机搭直升机吗？你在到位啊？奇怪呢。搭直升机，快啊！谁开直升机？载一下，载一下。不用叫一下，我还没到了。哎呦呀！我们偷射人啊！借个直升机。借直升机啊，大哥！借直升机，对，借一下。我来开一个好玩的差事给大家玩。为什么？好，开差事好。这很机车哎、欸，我有人派抢匪来抢我啦。啊！打五千块哎！被抢5000块。开5000块。对啊，因为很多人都喜欢那恶搞我啊。哎呦哎呦哎哎哎哎哎！哇塞！直升机你亏啦！要爆！哦，我看到，哇！神经病呐、喔！哦。哇！太恐怖了！我要离开这是非之地。哎呦，死掉了！我要离开这是非之地。你在哪里 ？OK， 好，那我要开那个差事了。好。哎、欸，我没开好游戏，我刚游戏当了。游戏当掉了。啊！滴！我的副手不在，没进来。那你等下邀我。啊！我先等我通气消失啊。你今天自杀比较快吧？然后刚才那个 VV228200， 他就说我卡到树，这个不是卡树，跟人摆明就想杀人的吧？肥皂哥来杀人了！肥皂哥哦，别在那边当乱源呐、啊！小强有没有觉得30人场很恐怖？这种混乱啊！有没有一种像是战地风云的感觉？噔噔噔噔噔！杜星星，看到杜星星了。好啦，那我先开那个开赛事哦。好啊，给你开。NASCAR 赛车，之前我玩过了，这个赛事很好玩。好。等一下，我还没达成每日成就啊！我观众希望说我把你炸了。不要做这种事情。我很可爱的，好不好？好啦，我们玩那个好了啦，正常版 NASCAR 赛车。正常版。嗯，正常版。让我很怀疑。开心 NASCAR。纳斯卡赛车，你有看过纳斯卡赛车吗？没有。他们就是会在一个非常非常那个平缓，也不是平缓，就是会有稍微有点斜面，都是柏油路，然后它会是一个绕圈圈、啊，就是要比如说绕个50圈、20，或是75圈这样子。嗯，我都开很快啊，三四百公里这样子。开300公里，它没有什么特别的那种 S 型弯道，就是一直这样绕圈就对了。耐力赛对不对？对对对，类似。所以我们等一下玩的也要开70圈。喝啊！好，疯了！等你邀，记得开 GTA 模式。好啊，GTA 模式是不是？不要啦，会杀人啊！我都 cat， 杀人灭口、欸。好累的感觉。对啊，朱总有说要邀请吗？工作质量没有哎、欸。
那就我。快快快，我有邀你了。哎、欸，是这关吗？开到四是不是？快，不然要满了。已邀请。嗯，有吧？好的吧？你要加入的战局有太多软件啊。没有啦，我是邀那个啦，差事啦。先差事啊，先差事。你有没有看到？有啊，有啊，有啊，快快快！来啊来啊！现在还在天空转呢，天哪！哎、欸，战局开始了啦！怎么那么快？你怎么没有按延长啊？我按忘记没，我那边邀你吼。哦，老皮哦。哦。好啦，那纳斯卡啦，纳斯卡啦。配对在吗？配对没开。只要把配对关起来，他就不会那个倒数、啊。哦，对吼，好啦，没关系啦，来，纳斯卡赛车。我要选哪一台呢？好，我都不知道我要选哪一台。嗯，加贺啊啦。来个霸气登场哦。哪台比较好啊？好像都没有比较好的感觉。对啊，感觉都还蛮渣的、啊。纳斯K赛车。还问？哎、欸，我没有现金吗？哎、欸，谁压我1500啊？哇，再压再压再压，快快多压一点，多压一点。爽压呢哈！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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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地图很好玩哦，玩过这地图吗？有啊，你有玩过啊？可是小强应该没玩过吧？没有，没玩过。那个阿尼嘞？好吵，感觉真的好吵啊！这关好像没玩过哦。这就是30人场的威力。这个要开超跑，对啊，超跑直接飞出去。哦，纳斯K赛车，不要在那边撞啦！有没有神迹啊？哦，他的这台比我大台啊！强啊！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哇塞，凡人无法挡！骑我啊，骑车！这个是绕圈圈而已嘛？对了，就是单纯绕圈圈。绕圈圈而已。不要小看绕圈圈，好不好？哎呦，我刚才小强了。哎 ，shit！ 是不是？我刚才说不要小看绕圈圈，绕圈圈也是很有学问的。卡住了啦！谁在那边开？现在那什么牵引机啊？傻眼！我现在在旁观呢、欸。这谁做烂关啊？哦、真的假的？车哎、欸，是老皮做的吗？不是我做的啊。可是这关很有创意吗？这关蛮好玩的。还有人会这样抢？是谁被我撞飞了？我刚刚想抢这个，这台车超慢的。吴奇奇不要挡路！哎、欸，老皮超过我一圈了、欸，干什么？逆超。23个人玩，我只要前10名，我就很开心了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小强，你就是要负责去撞其他人，就是去干扰其他人，让我没办法。有啊，我刚把一个人撞飞他挂。好邪恶哦，只会玩干扰这招。没有，就是要干扰啦。真的超级慢、欸，别来。我觉得摩托车比较好哎、欸。去撞墙。也在骑救命的。撑！耕耘机，给我滚开！哎、欸。脉动咯我看已经有，人想不开了。已经有飞出去了吗？对，已经有人齐飞出去了。耕耘机给我滚开！谁会在巨蛋顶楼玩耕耘机啊？乱七八糟。很累。我看阿尼了。阿尼。想干什么？爽啊！妈妈，我没有想要跑出来的意思。我就发现刚才背后有一股神秘的黑暗力量。等一下，老皮是超过我2圈的意思吗？对，差不多。我靠！已经有人完赛了啦！完赛了，假的？真的？那么快？哦！还有人被卡狗链，刷什么帅？这群，我觉得这群这耕耘机真的很烦哎、欸，这边一直等一下啦，等一下啦！机车，好，这个好，机车。完了啦！我的第四名没了，第四名我撞到了，就重点在前面了，就会被你们撞飞。哎、欸，其他人挡一下，不要让老皮赢了赢了。Fate 已完赛，开玩笑，我跟你是不同阶层的人。好来，你刚刚自己把我撞出去，好意思讲？这就是实力上的差距啊！我来看一下小强的视角，我很想知道开耕耘机是什么感觉。很慢，慢的，
慢慢的。你只要一转弯，大家都怕，你知道吗？安妮，就不配呢！赶快重生，赶快重生！直接怒重生了，就不配呢！巨石，那个云机就是要干扰啊！然后跟云机在就玩碰碰车的戏份，真的太邪恶了。好了，我们来看小强的视角。哎，没有撞到，还不让你撞！哎，我觉得你的视角真的好那个、哦，好悠闲，对。我刚才要到终点之前，发现很多人裸体浮在上空。为什么？哎、欸，对、啊、我也看到了。为什么？啊，你看到裸体？对啊，我也看到一堆。为什么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啊，哇！未完赛了。未完赛啊，剩19秒、啊。喜欢。天哪、啊，我还20秒啊！为什么？未完赛就要按喜欢。哎、欸，你三中终点在前面呢、欸！哎、欸，哇！猜。最后一个终点居然没碰到，太可惜了。太可惜了。好啦，我们再开一个30人的猜试，好不好？来玩玩看。OK。其实我现在有很多那个有趣的30人猜试在那个，哎呦，闹鬼，好多，在 Rockstar 上面有很多。你找得到那个地图吗？我很想玩玩看那个地图，就是它在一个高速公路上面，然后高速公路中间穿插出很多风车，啊，大家就是开雅剧，然后穿过去。我可能要找看看吧，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，因为我是在国外看到这个地图了，好猛，那个风车都转很快、啊，然后你要抓那个0.1秒冲过去，啊、而且这里只能开雅具这样。其实是个地图吧，很像是。我现在可以看看啊，我们现在直接看有没有30人的那个 GTA 的那个、啊，我找一下好了。你去官网找啊，我刚刚看了一下，超多那个还蛮多人暗战，而且好几万的玩过的。还是你要开？你确定？不要骑脚踏车都可以，好，不要骑脚踏车都可以，近骑脚踏车，因为你知道他每次玩那种脚踏车关卡都不是这种关卡，不然是什么跑酷的禁止，跑酷跟脚踏车都禁止，然后其他都可以，什么爬墙壁啊什么的，对，哎、欸，你们怎么都知道、啊？对，要爬墙，然后那些奇怪的东西，兔头，你知道那天你推荐不知道是推荐菜渣还是推荐鱼竿？然后大家都疯了，我都莫名其妙被抓进去爬墙壁，然后没人教我这样子。我就看他们在爬墙壁啊，我就想说，哎、欸，推荐一下，因为看他们爬得那么开心，一定爬得有血有泪。哎、欸，我们现在同个场里面吗？哎呦喂，好多人哦、喔！哇塞，排到后面去嘞、欸！哎、欸，老皮快加我啊！你赶紧直接加入啊！我们现在战局20个人而已啊。还是我直接开赛事，然后邀你。好啊，来啊。没有啦，你先进来我们那个场子里面。嗯。你的场现在不是直接邀你吗？没有啊。我会在你身上丢个连弹吗？连弹不要！你想做什么？反应点，我马上加。你想做什么？你要对正在拼美少女拼图的少女在做什么？你要对一个正在拼拼图的少女做什么？拼美少女战士的美少女了哦。OK。这样听起来好像有点怪怪的。有没有很绕舌？有对不对？到底是阿尼怪怪还是小强怪怪？我都不知道。一定是啊，小强怪怪的。一定是啊，关系这种的。美少女拼美少女战士根本很合理啊，非常符合逻辑的。啊，逻辑。对，非常符合逻辑的。有没有要上车啊？上谁的车？哎、欸。哪边？哎、欸，我被司机拉下车哎、欸！司机不爽，把车子给你。超猛！好，哎、欸，你被狙击我干嘛、啊？快逃啊！不是我杀你的、啊。杜金金，我这边也太混乱了。哎、欸，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么多人，然后就一台车一个音阶的弹一首歌出来？现在圣诞节有啊，我们这玩过啊，对，玩过。你开巴士吗？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玩那个噔噔噔噔噔，我记得好像跟谁玩的，我跟秋风、巧克力，啊，你有吗？什么东西？你都哪一个？圣诞节那时候啊。圣诞节没有吧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来啊来啊来啊！圣诞节那时候我应该还没跟你们开始玩。我决定了，我要做一个天怒人怨的事情。什么事情？弄年代。哎呦！哎，把我车炸掉了、欸！耶呵！哎、欸，六千五哎，很贵、欸。快逃啊！
是你要赔我6500，所以你总共赔多少钱？好的，你蹦蹦蹦，加